Kalios 的意思是花萼，即包在花朵最外层的绿色叶片。这是一个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内的弧形温室。这个造型是座头鲸，我们可以看到头和尾都露在外面。这个造型是为了配合正在温室内举行的在潮汐中的展览。现在，让我们走向这个弧形温室。这个弧形温室是为了纪念悉尼皇家植物园成立200周年而建的世界级园艺空间。2016年6月13日正式揭幕。这个建筑拥有南半球最大的绿泉之一。在里面也有咖啡馆、礼物店以及一些令人兴奋的活动和研讨会。这个广告牌告诉我们，里面正在举行了在潮汐中的展览。这个是外面的咖啡座，这个建筑物超级美，是不是？现在让我们进去参观在潮汐中的展览。这个展览讲述三个水生社区植物的故事：海带森林、珊瑚礁和海草草甸。走在展区内，就好像漫步在海底。Kalios 拥有令人惊叹的建筑和南半球最大的垂直花卉展示。
我们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种子，并把它放大在屏幕上。